二十一，善通背。二十一，善通背，接海底针。右掌上挑，左掌下落到右臂下。二，左掌沿右臂下向前伸，随即右掌下落，上步前推，左掌向前，右掌走上弧，向右后方向撑圆。眼看左掌形成下边是马步，注意要立身，身体要正直，不要前俯或后仰。两脚的脚尖虽然是马步，但是是脚尖外展约30度就可以了。二十二，撇身锤。第二十二式，撇身锤接闪通背动作。左掌从左前方向上走上弧，身体右转扣左脚，随即右手握拳向上倾，上倾，往上倾上去。但是要求注意，手向上倾，松腰松胯，溜腿向下走，随即把脚跟收回来，右步横摆成正弓步，眼看右拳，随即往下下落拳，脚落平以后下砸，随即脚拳要接近到膝盖的高度上了，往下沉的时候提顶立身往远看，前半部分大部分是在往下看手啊，随即要到接近到膝盖的时候了，要往前看提顶立身，找求其身法的斜中正，两臂横向要圆，形成下落提顶立身往前看，有背要圆提起顶。二十三，谢步斑斓锤。第二十三式，谢步斑斓锤。这个谢步斑斓锤是吴式太极拳特有动作，眼神收回看拳，随即右转走外弧，一边前伸，拳是前伸，掌是前伸，但是唯有身体后坐，到左前接近30度的角度的时候，这个位置说再往前伸的时候撤步到45度角，随即后捋往回捋走左外弧形，捋左手在身体的正前外与肩平，右拳拳心向里，立拳，这叫立拳，拳眼向上成立拳，左虚部进拳锤，整个方向就是刚才这个动作啊，右转向左撤步捋锤。二十四，上步揽雀尾。二十四，上步揽雀尾。这个揽雀尾动作同第二式的揽雀尾相同，唯有上步和在衔接的时候有两动不同。不同之处就是
从斑斓锤接的时候是左掌右拳，步伐身法完全是相同的。哎，第一动拳是碾转式的啊，碾螺丝钉式的往前进，向前钻进。这个时候前进上步，脚跟落地了啊，拳啊变一边往前进一边变掌前伸，到这里就和前边的动作是一致了。那么就可以说三四五六同第二式的五六七八是一样的，方向步伐完全相同。二十五式正单边，第二十五式正单边，前边的第三式是左前方的斜单边，第二个是右前方的斜单边，这个是开式的方向，就正前方向的正单边，正单边。大家呢要注意到，揽雀尾动作扣过脚来的时候，不要完全扣得太正，不同于第一个单边，所以说要略扣小一点，有一点脚尖向外推出去。如果扣在这儿，你这个正单边完成的就不太好了，稍微斜一点，推出去。变勾，调整步伐，两个脚尖必须在一条横线上，做平捋，眼神随着左手翻转下蹲，远看立身，那么两个脚之间的距离要注意到两脚半到三脚半，如果运动员就可以开得更大。一般中老年人的练习就应该在两脚半就可以了。
26，云手。第26是云手，云手的幅度比较大，要求是小臂，基本上是立的，啊，基本上立的。步法是横开步，啊，一向左横开的左脚大指着地，逐渐由于重心的过度，脚落平。我现在边讲边做，从单边起，左臂放松下落到左膝，同时右勾变掌前伸，右转，左臂屈臂到右臂弯，向右前45度角要走满走圆，就可以说把右臂伸直，原来是屈的，把它伸直。随着左手呢，钩子已经变成掌下落，随即再向左转，立身站好，站起，一边向左转，一边往下屈腿下蹲，所以它有一个起和伏，配合手的运动。屈右臂找左臂弯。向左前45度角，脚跟离地以后，根部往前站起，到正前方站，身站直，两脚成开离步了。继续在右转下蹲下按，这个掌是按，一边往下按的时候，两个意识，一个下按，一个向前伸，插掌开步，再起，就同第一式了。随走起。但是这要注意的饱满动作，要注意饱满起，要插成圆，不要成横线这样运动，而是向上向外运转，再下按，做两个可以了。变勾开步，左掌找右勾尖开步，平捋，有单边姿势而没有单边名称，都在云手里边，它就为了接下一姿势的。注意两个手的高度平了，不要一高一低。27，左探马。第27是左探马，接云手的，从云手的单边。这个定式点起，啊，同时起，左掌翻转向上，大致力引导着，随着微微扣一扣右脚，提收的时候收左脚往上提，钩子悬臂找耳边，勾变掌提收点地，两掌相合在胸前转90度，那么就说我的胸的方向是正东。随即右掌下按，屈腿下按，开左步往左外横开，开成雨步，不要往前开，而是往左侧开。随即眼啊，左右掌向左肘这个方向穿掌，就是左前方向穿，就变成左弓步，继续再向右旋转到右前45度角，也可以说叫东南方向。那么这个步法呢，基本上是一个横向马、斜向马步式，看清了，其实姿势是这样的，从左往外是一边往外一边磨掌，左掌注意不要往里收，而是要肘与膝合沉下来，形成这样一个姿势。28，右分脚。
第二十八式右分脚，从右分脚起是往后的十个动作当中的一个高潮，都是腿法动作，都是腿法动作。现在右分脚啊，分脚的动作要求提膝摆小腿绷脚面前伸，伸的高度往上往上往上，这是平分动作。我再把动作方向讲一下，从羽部右脚的脚尖稍斜一点朝前的魔掌，点开右手，右掌的高度外与肩平啊，不要高不要低，随着悬臂下落向左转体，一边转体一边蹬开脚跟，眼看眼随着右手落下来到左膝外侧，到这个位置。那么这个脚跟蹬开就已经形成了羽部，靠大指旋转向后，可以说往哪个方向找呢，就是往臀部的这个方向找，幅度比较大，所以就说它的屈伸开合的幅度是比较大的，和往后看到脚跟算要向外转，到这里再提起，提起转的时候是已经从左前方转到左前，左前的正方向上，左侧正方向，随即起到这里提膝，两手交叉，腕关节交叉，眼神看前面提膝，提膝，随即分脚劈下来，劈分劈，分劈，分劈，两掌从上边劈下，眼看右手，通过提膝摆腿动作，二十九右高探马，三十左分脚，这两个动作同前的二十七二十八式动作相反，方向相同。三十一，提膝转身蹬脚。第三十一式，提膝转身左蹬脚，接是左分脚动作。分脚和蹬脚动作呢，都属于屈伸性腿法，屈伸性，这屈再伸开，屈再伸开的腿法。左蹬脚蹬的方向，左分脚啊，转左蹬脚的时候要从左前方双拳抱，左拳在外右拳在里，做屈腿提膝，屈腿提膝。提转的时候呢，大家要注意这运动技巧，就是技巧方法，提膝通过上提，上提转扣点住，有一个膝盖有一个上弧式朝向它落下来，就是这个动作，你看扣住，提提转啊，落定，就这个动作。那么转呢多少呢，从接近到135度就可以了。因为转到什么程度呢，就转到你胸向，原来胸向正东，转到胸向西北方向，转到这个方向抱着，就在这儿。那么再
双拳变掌往上架起来，再做蹬，再做蹬。蹬脚的方向应该在西南偏西方向偏南，大概在30度角就可以了。啊，30度角可以了。蹬脚分脚之不同，一个是勾脚尖，一个是绷脚面。蹬，勾脚尖，力点在脚跟；分是往上前指点点，抬腿动作。蹬是这个动作。注意这个两个腿法。三式进步栽锤，三式进步栽锤，进步栽锤动作包括左右左三个搂膝凹步的动作，最后是左弓步右下栽锤。从这里接蹬脚，蹬屈腿下落的时候，左掌啊，左掌大指下扣下来，做横向搂的动作，因为它随着是高姿势而要变化动作做搂膝。蹬收这儿搂，推下按的时候要充分的向下啊，做到啊向前伸，伸开的时候要伸得要远，哎，俯的时候下做下的时候要伸，要伸很深，哎，对，到这儿提立身了，再推掌，再下按。搂往外，左外下栽锤的时候，左掌向前走为弧形，随着拳往前，左手往后拢，打一合劲往下栽下去。那么这个栽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要向斜下方啊，拳眼基本上是要应该朝前的，不是翘起来的，翘起来是手腕这有折的动作，是错误动作，而是这样的，拳心内侧和膝盖内侧成为一条线，大家看出这线，我就在这儿。正坐的动作就是搂膝蹬腿这动作啊，搂推按右掌提上步进，再下按，再搂膝下栽的时候，看从这儿斜向下一点，不要往前，斜向下栽，抬下来。33，翻身贴身锤。33式翻身贴身锤，接。进步栽锤，栽锤的姿势啊，要按有严格的要求，尽量的栽下去，就好像要栽到地面下去以后再起来，到拳已肩平。这个时候，随着屈臂、右转、靠脚、继续转体收脚跟、开右步，从上面。左脚撇锤落下来，从上下落，下按提顶立身，看前面，身法斜中正，要看前面和前边那个撇身锤要求，就完成动作的要求一样。但是唯有一个翻身，又叫什么呢？我们说叫应该叫抡劈，撇身是抡劈，撇抡起来这么一个撇锤。那么如果快速动作就形成这样了，你看看他捡起来，像这儿转，这不就撇了，就这个。那么在这个种力源运动过程当中，尽力身法步法要协调一致，不能散乱，不能散乱。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力源啊，右转开步落拳的过程。
右蹬脚，第34式右蹬脚，同前的右分脚，只是在腿法上的不同，一个是分，一个是蹬，但方向啊，上肢的动作完全是一样的，唯有在衔接的时候稍有不同，就是他做撇身锤的时候有一个进步啊，进步动作，撇下来翻掌翻拳，左掌下按，右掌是拳，右边的是拳，右拳提起变掌，好像一个翻滚动作，两个翻滚提起上步穿模，这都一样了。所以整个完成动作是前面的衔接两处不同，一个是衔接不同，一个是腿法，这个是蹬脚。35左右打虎，第35式左右打虎，左右打虎接右蹬脚，右蹬脚以后两掌啊，右掌屈腿屈右腿收回的时候啊，右掌向左合于左臂弯处，随即啊，随着啊腿就收回来到这里了，掌往前伸的时候微微的有点下合掌的劲，下合腿往后伸，脚往手往前脚往后，随即下按的时候注意了，这身法动势要定立住立身，对，这是当你的右手落到左膝前边这儿上边，随即旋转脚尖的这个调整的时候，微微脚尖调整一点，再向右左脚尖起，右手走外弧往里圈，做一个外弧圈打，左拳从下面往上左下弧立起，完成在正前方，就是正南方向，是雨步，两个脚宽度要注意，宽度在这里，这个身法要求是大家注意看，是斜中正这样的，不是这么立着的，要前倾斜，眼看的是左前方向，左前方向，这是定势啊，动势要开始立了，拳变掌立起来往前劈立，看立身动作，是随即前伸的时候，前伸掌往下微微调整，扶掌似的撤步，脚尖落地下按，又立身转，调整脚扣旋斜中，这个姿势也是斜，眼看你的右前方向，就是这个拳从这儿下弧向上，左拳外弧向里，这是里，这是外，所以这个动作呢，从这里落下来是转过来下来立起来，身体倾斜的，那么这个姿势和开式正好相反，一个正南一个正北。36提步蹬脚，第36式提步蹬脚接左右打虎的左式，左式方向是背开式方向，提步右蹬脚向右转体90度，胸向正东，在这里提转的时候要注意啊，右拳前伸的时候必须要向左前方45度角伸展，一边起一边落一边转，
膝盖提，一边起一边转，到右肩，到这个，再蹬的时候起来的时候，再蹬的时候再蹬到这个方向，所以它正好是135度的一个角度，就说右拳是往左前方走，一边起一边旋转，这个时候提膝了，提起膝来，蹬的时候在这儿了。在转的时候，蹬架的时候要从这里穿，穿起到这里才变成掌，一边走一边变掌，随即再蹬。所以这个姿势呢，转体135度，那么腿的方向基本上要达到正东，稍偏南。所以这一段的组合动作腿法很多。37式双峰贯耳，第37式接提步右蹬脚。右蹬脚的动作呢有两种练法，我们目前练的都是屈腿下落，就是蹬出去直，屈腿微微放松一点，屈下落，这好像在协调方面呢好一些。但是在传统练法上，有的练法是蹬出去，这儿蹬出去了，落腿的时候就这么落，直着往下落，是这样的。那么他在巨桨在技击上有点用意。那么我们说两种练法都可以，这是一。其二，劈掌动作，大指朝上，其余四指不管左右手都是朝左右舒伸，前后舒伸，要劈下来，劈下来。对，这个动作呢，当你屈腿收回来下落的时候，左掌找右掌向右转，两掌同时翻转，这个时候脚跟落地了，随即下沉，脚逐渐落平，随着在往后背的时候，好像是往后到髋关节这个位置，跨两跨外侧，再旋转，一边旋转的时候松手指，逐渐握拳灌出来。灌的时候大家要注意，一定要注意到什么？注意到两肘低于腕和颧骨，两个颧骨反过来有点相合这个劲儿了，不是拳眼相对，而是相拳轮这个位置。要向微向上翻，要有个合圆的劲，不是这样，这样是有点扁啊，合圆的劲儿，这样，所以它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方向，落脚的方向，稍在右前方约30度就可以了。38，胚身蹬脚。38，胚身蹬脚，这是左右连续的分脚蹬脚的动作。刚才衔接到中间加了一个双峰贯耳，刚才是右蹬脚接双峰贯耳，胚身呢这个动作呢，那就稍方向微斜一点啊，力拳沉肘向右旋转，把调整右脚的方向，力向右转，胚身，左拳在外，右拳在里，下蹲得蹲下来，一直蹲到这个位置上，勾住，冠与肩平，随着在眼神这个时候下蹲的时候看左前方，随着举起，变掌，提膝，这个掌的话，蹬的时候必须要在这个位置的往稍往左一点，蹬到这个位置上，所以叫左前的约30度角就可以了。从双峰贯耳，接下来向右转调整脚，这个动作为胚，就好像用手来一胚衣服，那个胚实际上是一个技巧方法。39，转身蹬脚。
39式转身蹬脚，左蹬，屈腿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蹬出去，屈腿这个时候不要屈得太大，而是膝关节里侧微屈，扣大指转这个动作，蹬出去，再看，再做一次，看蹬，蹬出去，屈腿扣大指转，随即转体落，大概这脚要落到右前的45度角上，这是脚，这是下边的步伐，手法劈的，随着转的时候，随即啊，那么眼睛，眼神从左手转看右手，这个时候是屈腿过程，就是眼睛从这儿屈腿看这儿的时候，对，后手转体的时候，这个、胳膊随着转体在越做运动调整。随着下蹲的时候，这两个手一边合一边下蹲抱，形成背向的抱拳，就抱拳在这背向了。那么如果正向呢，就正好是右丁步提抱，右拳在外，左拳在里，腕与肩平的高度，随即再举起，向上架起的时候，一边架一边开手，拳变掌，提起来，再做劈蹬，蹬出去。所以在蹬的时候呢，就是已经蹬到了正东方向，正东方向，从这个正位置上角度，这可以说转90度再回来蹬到这个角度上，所以它都是这几个腿法过程都是通过了架掌从上边劈下来的动作，要求腕与肩平劈下劈下劈动作。40上步斑斓锤，接坐41如风似壁，42抱虎归山，这三式铜钱8、9、10式方向动作完全相同。
43，左右斜楼西，铜钱11式。44，吕布揽雀尾，铜钱12式。45，斜单边，铜钱13式。以上三个动作全部和钱完全一致。46，野马分鬃，第46式接前式的斜单边。46的左右野马分鬃是三个右式一个左式，中间加一个并腿分手铐。上肢手法是特殊动作，就是交叉手左右分，分开撑开的。现在这个姿势就说要是叫向右的分鬃了，再做交叉手和左分鬃了。对，那么三个在交叉合手的同时形成马步，步行是吕布，吕布就是宽度的这个步伐。所以有一个说法呢，叫武术的传统说法，叫步随身手变换。那么同时为什么这么样的要做吕布呢？就因为它左右分开的姿势非常大，像横向开，如果是一个正弓步小窄步这么分就不稳了，所以它不合。那么这叫太武术里太极拳里边叫合，应该要做到合。我现在呢做这个姿势发展方向的啊几个动作完了，我再做正面的，再看一看有的个别动作。斜单边这是相同于前边的，胸向是右前方向的啊，右转
两手相合，合起来的合，扣脚相合，脚尖扬起，两手合。那么前手，前面讲了，就注意这个看势动作，并脚，落手，开步，合的时候是在形成小马步，两手相合是在胸前，再分眼开，左手，右靠，微微转一转体，靠出去，伸开，前身再旋转向右了，这个时候完全放松下来，就松下来是，接手啊，接啊，插手，这手，右手向左转，初步，再合，再分开，看后手，把第一个合手靠的动作讲一下，那就是说，转这个方向，正好对正面，转右向右扣脚，合手分正方向，并步，落手，开步，合靠的时候成小马步，分开，前伸，右手去奔左肩，合下来。这是上下交叉手法，初步，再合手靠出去，合手下蹲成小马步，再分开，前伸，这是前伸，是前伸，立掌向右平步过去，开步，再合手，再分开。那么另外这个手呢，这已经是左右啊，左右走了，再收回来，右左右的收回来了，再交叉的第一个动作开，再合下来，就这样。所以这三个动作，第一个右靠左靠右靠，这是两个右靠了，再合一下手，再加一右靠，所以是三个右靠一个左靠。47玉女穿梭，第47是玉女穿梭。玉女穿梭这四个字是一个名称，实际上相当于左右左右再加一个中间的野马分鬃动作，是五个完整的动作，一共是20动，其中步伐啊，步伐变化有内八字，内八字，外八字，一脚尖说向内向外，外八字，步行语步，语步，上肢手法不同的地方，右手向右外，左手向左外的动作，虽然看起来和揽雀尾动作相似，但实际上变化不同，而是它要向斜上方走，一直旋转，就等于说要做一个向外向上的斜力旋，旋臂向上拖的动作。现在看我这虎口已经是几乎是朝前了，就是这样，所以它向，这是朝前动作，可以说在它转动的过程当中要旋转360度转起，不像揽雀尾的平着走，它是斜上上方，一边后坐上扬旋转，这个时候，哎，推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就是变成弓步了。所以两左右手是同时一样的。那么左边的，哎，就看也是从外与肩平的高度上，一边往后坐，一边往外旋转，一边起，起到基本上跟头高了，再往上旋转，
搁起来，当推掌墩向前，虎口向前了，凸起来。解释步法呢，刚才讲了，我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再大家注意讲看一下。野马从野马分鬃接起，眼睛啊，野马分鬃动作一定要注意交叉手以后啊，要随着前后手走。现在我们是看后手，看前手，看右手就等于松腕上步，左掌接右肘，肘关节这个位置，看前身接肘上步，往外羽部再前伸，这是平的，再回旋，这是左边的，往上走了。看，随着他两个手对称的意思是什么？左手上旋往上内旋，右手往下落，也要做内旋下落，收到这里，再前推上旋推出去。所以它不是同一方向，而是向上向后的。这是四动了，转啊，向右转体，右掌翻转，左肘下按，靠过来，到这转。大家看，这是个倒八字步法。对，靠到这里倒八字，随着左手往上穿，收脚跟，啊，收右脚跟，开步，到这里落脚的时候看，又是个正八字。随着这个动作穿出去啊，穿右掌走外弧横出去，左脚跟蹬开，再屈腿回来，还是要走上弧捋回来，刚才那旋转一样向上拖，这往下落，一拖一上一下都在旋转的收回来，再进掌拖上旋臂，前伸的时候往下捋下按，再捋回来捧起来，成看式手法。收脚落掌劈下来，开步还是羽步合掌靠，前伸和那边是一样的了，接手接。这个四个角度呢，这个向东北角度上穿，步法是羽步还是羽步，收回来旋转上旋，一上一下再推进。这个动作的正面就等于刚才转身的背面动作啊，右掌沉肘旋腕翻掌下拖，转扣脚，现在看了吗？是倒八字，随着再向右转体的时候收脚跟，开步，开头向后这儿开到这儿落到这儿，微微这儿一穿头看落什么步，对，正八字，再前穿出去，屈腿回来捋，反捧手起捋回来，再进推掌撑出去。上面的高度的注意啊，尽量上上托掌，腕尽量找尖的上下垂直，不要向前。同时呢，左掌推的时候，右掌必须要向右后上方撑开，不要随着这样，都是朝同一方向，就是错误动。不管是左边的进掌还是右边的进掌，都是同样是这样的。同时，这个虎口朝上，你说这样，这手朝上，两虎口几乎相对的。所以说它形成了上撑劲，如果是向前的话就形成了这样翻肘，这就是错误动作。所以要领是先松得下来，肘沉得下来，掌往上拖，反之是这样就翻肘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，不管上手和下手，必须要做出动作来的时候要合乎胳臂的部位的要领，就是肘要下沉，肩要放松。48上步揽雀尾，一共是八动，前两动
加一个履和踩上步。现在是第三动的和第四动的几，五六七八动，这都同前世。四十九正单边同二十五，四十八是上步揽雀尾，是从左玉女穿梭接。这个动作呢，一共分八个动作，八个口令，就是说，那前一二啊是不同的接法，左推掌，右上架，右掌前伸，做下按的动作，往下按，按到目标呢，奔右膝盖这儿，随即这往下按的时候就上步了，上步以后，第二动，一个咧，一个踩，分咧，踩下来，踩下来。那么在第三动呢，就从前面三往前开手，上前捧手，第四动是几？前三个动作和前面的揽雀尾不同，第四这就和第一式的揽雀尾第四动相同了。这是五是挥履，六是前捧，这就都一样了。我再把这动作再做一下，大家注意前推揽雀尾的第一动啊，右手前伸，沉肘往下踩，等于走下弧踩下来，上步咧下来，右手按照左膝盖的前上方，左手要在左胯的外侧，随着捧手起上步，正前方出步挤，这是左挤，步法是正步步法，随着这不第五动的捋，所以这就衔接上了啊，衔接上。Thank you.
五十云手铜钱二十六式。五十一下士，五十一式下士，接五十式的云手后边的最后一个单边的动作。提一个注意的事项，当你做最后一个单边的时候的左脚开横开的时候，不要开到右，在横向上不要左脚在前到右脚前面，而是应该在右脚的稍后边一点，或者说左脚的脚尖是在右脚的脚弓的这条横线上。为什么呢？那就是说如果开到前面去做下士不好做，姿势也不对不正确，所以说开这个步的时候提醒您必须注意，所以要开到后边，哎，开到后边，开到后边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，而只能说你在转动推掌的方向上稍微略外展一点，你不要在这儿，那你在这个位置，你再撤回来你在这儿，是这样的。下士动作实际上是一个扑步，左扑步下士，下士它的变化过程应该从单边啊，从单边这个位置，眼神离开左掌，看右掌，微微向右转体，随着这掌是要掌要伸出去，一边伸一边往下落，踏下来的劲到右膝，再经过左膝向上挑起，两掌相合，宽度与肩同宽，高宽度与肩相同，就是合下来到这里，随着呢，那就说掌心啊都要做内旋，空掌心向上捧起，那么姿势上就好像从左侧弓步，这是侧向弓步，左侧弓步在一条线上的啊，横起的往上起来了，两腿蹬的力量起了，随即啊沉肘立指尖向右旋转，沉肘立指尖向右旋转，旋转到右前约三十度角就可以了，随即啊肘关节内收到腹部，旋臂下来按下来，踏往下摁，向啊下摁的时候应该往下，从这里往下踏下来摁，摁到左手摁在膝盖的里侧，右手摁到右膝盖的这里，眼睛看前方，注意提顶立身，不要往前俯身，这么摁这不可以，要立住身体下摁，立住，所以要求叫立身啊，在这个扑步下面腿扑的要平，